老师，各位师兄，各位师姐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晚安吉祥。很荣幸啊，能够站在这里啊，跟大家分享这一个过程。我也没想到我未来写长生诀，因为我是也是蛮铁齿的啊，因为我老婆来上这个长生诀，让我才悟到。因为我有两个孙子，我那个孙子一个大概六七个月，一个大概两岁，因为小朋友那个幼幼班常常在感冒，提供医术。留学的时候，我想说啊，这边安怎？啊，我太太刚刚她有上这个长生学，伊讲哎呀，我来甲生看卖，老师讲为啥会对这个吼，这个心理加强，这个功能真好，心理加强。我想啊，伊应该调了吼，变成因那的力量提升了很多，他比较强。我感觉到的时候，一那个时候，像早上我就把孙子接回来，回到家的时候，因为我叫外公孙呢，那个老师享受，对不对？外公那年代啊，都是我谈理论式的好日子。啊，我那个刚抓回来就看到我自己哦，阿弥，刚刚给你又又完了，大概感冒都是他先中奖，人家好的他还是中奖了，他变成那个免疫力哦。教我，啊，我太太回来把它做了以后，很神奇哦，早上还流鼻血，还不开心，可是回来睡觉的话，太太在跟这个孩子在做了一下，哎，下午的时候他就好很多了，而且免疫力提升，而且这个智慧会打开，所以让我感觉有这么神奇。其实很早十年前啊，我就。我的同学在农美和那个联络站台湾站，他们我有同学他一直希望能够去，但是刚好那个一年机会没有时间啊，错不来。他刚来因为我太太上热肠子，我喜欢干嘛的太神奇，让他再来更来再快乐，哎，比孙子的身上哎一年到一些东西。然后为了跨入这个和美这个调整站，当我在学习的时候，我黄连峰师兄哦，问老师哦，伊讲调美了跟我请教，阿总啊，你身体怎奈哦，怎样个看？我想讲，那应该是怎奈吧？哦，那我连峰老师的笑一下，阿都第一天就上那个调整站的时候。出奇班老师他表他的后来呢，好好一个人坐在端正的坐着，他跟我调整完以后，大概三十分钟以后，我这个肩膀哦很酸，酸到这个手哦会麻，我想奇怪，我好人啊，我聪明啊，人嘛不甲你安怎呢，甲你帮命尔呢，后竟然发生哦手很酸嘛，长的啦，啊黄连峰师兄哦老师哦一个。会不会啊？到上第一堂课的时候，上完了以后，哦，加速。我想奇怪啊，我就突然嘛，啊，结果我们黄连峰老师回来了，毕业的时候，刚才你有一个成人教育，我这样去可能冒险，啊，冒险可能有积压累积在那一个点，然后啊，你还过来想每礼拜出几班啊？我的母亲啊，在处理来着。第二天。他还是跟我做三十分钟以后，我这个手还是麻掉，还是酸麻掉。可是回去又不会感觉不舒服，到晚上睡很舒服。所以我从一般选料到一般选料，我一直很持续在做。啊，感谢吴月调整长，这黄连峰老师啊，跟卓林老师搞啊教课，啊教课你调整长在吼，师兄师姐感谢你，足感恩你们。练好，好啊 ，OK。精髓的物件不是只有调整，还有很多都老师会懂，真的会看你的智慧，还有你的成长，真的很棒。我就感谢老师哈，我记得口供边李安，可能学习很多，但是我打各位同学啊，呼吁一件事情：调整上一个礼拜最好去做一天跟两天，那个实习过程一定要做。你没有做，你不会回去陪你做这个。
你走你会体会很多很多的事情，不是你想象的。阿感谢各位好，这个主题来谈的好比较常见。好，阿感谢这个咱两个人调整站，我的周老师、黄老师，还有在师兄师姐，大家在，让我们表你们真好，谢谢各位。